准决赛凭住一首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出线的潘于文，今次抽到大会指定歌曲《欲断难断》，想知佢点样唱歌的造诣是如何，最紧要留意。在准决赛选唱段的吕少华，今次反而是抽到一首节奏比较快的歌《Forever》，我们不如留意一下佢点样迎接这一首新的挑战歌曲。凭着一首《空凳》赢得一致赞赏的欧耀国，今晚剪了一把长发，实行以清爽的姿态唱出一首不同风格的歌曲《造梦者》。被认为唱《无之恋》有自己风格的罗金荣，不知唱《无心快语》又会不会别树一格呢？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，现实实在是幻想。伤人愿喜欢取笑我的梦，现实沉重无奈我偏不信，对他不可以展开进攻，哪怕高山有万重，仍旧坚守我心里梦，化作指标与行动，斗志每天一样浓，如烈火烧起不会尽，磨练理想于苦途中。这是场梦，这是场梦，谁没有争取必转眼一空。这是场梦，确是场梦，谁若要争取得到，终可得到，不应放松。这是场梦，这是场梦，谁没有争取必转眼一空。这是场梦，确是场梦，谁若要争取得到，终可得到，不应放松。
心间转圈，那次我俩月下漫步，快乐似是铺满路途，我也似渐渐迷途，风轻飘飘感到你眼里酝酿数百个问号，在那树干上刻个记号，我却跟已是落景望月，而就在胡乱与途。在你心，从此到不会乱再说话，从此到不会乱说笑话，从生至死冷了妆和。那次我俩月下漫步，快乐似是铺满路途，我也似渐渐迷途，我轻飘飘感到你眼里酝酿数百个问号，在那树干上刻个记号，我却跟已是落景望月，别就在胡乱与滔滔。全是我落景望月，建勋先生，你今晚讲嘢小心啲吧。我知道啊，而家连个处长都冇埋喺隔篱。系啊系啊，同你讲笑啫，俾你吓走晒啲人，今晚冇人够胆坐喺你隔篱啊。系啊。咁你可以畅所欲言啦。都唔得啊。点解？费事讲啊。系啦，我记得咧，你上次话26岁参加比赛。就不是挺好的，你覺得26歲應該適合做些什麼呢？26歲參加就不是挺好的。